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全明星第四季黄队经理林珊。耶、yeah! ！大家好，我是全明星蓝队的蓉蓉。耶、yeah! ！谢谢。其实这个三位，有都是今天来吗？还是其实昨天就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有，昨天我也在台下看一整天。对，感觉怎么样？感觉非常的热。西装外套长袖，还要穿这个上台表演，太可爱了。但是据说今天这一套新的服装，也是待会在我们的主舞台跟林珊会可能有一些精彩的表演合作，对不对？对，我们有准备一个不一样的表演要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希望等一下我们六点的时候可以到主舞台看林珊的表演。耶、yeah! ！林珊要不要说一下你们这一段合作的演出？例如说先前可能会有一些讨论啊，是彩排啊，对于这段演出自己有没有画面中觉得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感觉给观众？其实呢，那时候我们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其实只有彩排了一次。哎呦，我们就练了一次。我们正常都是线上讨论，哦、然后可是彩排那一次呢，就是子贤真的非常的专业，我们直接被他的那个舞台魅力给吓傻了。对，完全就是他抢走我们的舞台魅力。期待。那我也请蓉蓉跟现场的朋友来说一下，因为待会你们在主舞台是晚上的7:10，也会跟我们的 BTOD 有来合作。哎，我很期待耶，就是不同的组合，因为 BTOD 等是跨两个节目，能够小小请蓉蓉透露一下，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吗？跟他们的这个激荡的火花。因为我在全明星的时候，就是常常找主持人跳舞，但是他完全不跳。对，所以这一次有一个很精彩的表演，你可以看一下子贤的改变。我觉得蓉蓉刚刚那个语言当中好像有透露一点消息了，不跳女舞，今天又可以期待一下。哎、欸，可是他就是跳我们啦啦队的舞，哎，就是他直接大升级，哇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今天表演的时候，我要跳非常多我以前没跳过的舞。哎、欸，你瞬间要记那么多舞蹈，然后可能又不是你原本擅长。原本会在跳的风格，因为像之前蓉蓉会在就是练习的时候会说，哎，要跳这个抖音啊，这种对对对 ，hip hop 啊，要跳不要跳那个，就这次表演尝试非常多，就是以前没有跳过风格这样子。对，蓉蓉 ，good job，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个歌手在舞台上不同面向的演出，所以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那既然今天来到我们的 Johnny Walker 潮黑霸，我们刚刚呢有20位新日的朋友可以上台跟你们一起来做合影，对，所以呢我也要请这个